大家好，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天平村一个447尺以地中海风格嚟装修嘅公屋单位。呢种风格以其轻松悠闲嘅气氛同埋自然元素而闻名，非常之适合热爱阳光同埋海洋嘅朋友。等我哋开始今次嘅探索啦！另外，我哋伊斯摩提供超过1000款瓷砖，价钱比地铺平20-40%，帮你悭更多。首先，我哋嚟到玄关嘅位置，简约嘅白色鞋柜，实用之余，仲可以令整个空间更加之整洁。地面上铺设咗色彩斑斓嘅特色瓷砖，呢啲瓷砖唔单止增加咗艺术嘅气息，仲俾人一种置身于地中海沿岸嘅感觉。喺玄关嘅一侧有一整列嘅透明玻璃储物柜，呢个设计唔单止增加咗储物空间啦，仲令整个空间睇起嚟更加之通透。通往客厅嘅门带有优雅嘅拱形设计，呢个细节增添咗一丝浪漫嘅气息，令人好期待接落嚟嘅客厅啊！首先映入眼帘嘅系海洋蓝色嘅墙身，呢种颜色如同浩瀚嘅海洋，令人心情愉悦。配搭白色嘅瓷砖地面，整体感觉明亮又清新。客厅里面有一个简约嘅白色储物柜。这个设计风格与地中海的简约主义互相呼应，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个特色的吊灯，它就好像海洋入面抬头望到的星星，为整个空间增添了独特的魅力。接下来我们来到厨房，厨房的地面铺设了灰色加白色图案的瓷砖，这样的设计增加了视觉上的层次感。厨上柜用了白色，而厨下柜就用了浅蓝色，这样的配搭很清新很自然。墙身使用了白色的长格子瓷砖，富有北欧风的感觉。这里的设计非常适合喜欢烹饪的朋友仔，因为它提供了充足的储物空间和舒服的主食区域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厕所，厕所的墙身使用了雾状花纹的浅蓝色瓷砖，令人联想到蓝蓝的天空，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，不单止美观，也都感受到放松的氛围。镜柜就选用了浅灰色，这种颜色的配搭令整个空间更加之和谐。而镜的右边位置增加了一些长红玻璃的元素，增强了空间的通透感。其他储物位置就使用了白色为主，这样的选择增加了空间感，令小空间看起来更大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一间房，这里的墙身选用了粉紫色，这样的颜色令整个房间充满了柔和的气氛。房间里面有一个订制的地台床，不单止提升了空间的使用率，还可以带来更好的睡眠品质。白色的衣柜采用了趟门设计，这个设计不单止省空间，还可以方便收纳。上层还有储物柜，令收纳变得更加之方便，整个房间看起来更加之整洁。第二间房间位于近门口的位置，墙身同样选用了简单的粉紫色，给人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。地中海风格的装修不单止追求美观，仲非常重视舒适和实用，最适合喜欢自然、阳光和轻松生活方式的你。透过巧妙的色彩配搭和材料选择，创造出和谐的生活环境，令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。如果你都喜欢这个风格，或者对装修有任何的想法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